YouTuber 雷拉于11月初被爆出吸食大麻风波，他公开道歉后作风变得十分低调，但仍不时透过社群更新近况。日前雷拉分享了一组新拍的形象照，只见他身穿绿色的西装套装，里面只搭了一件黑色内衣，大方秀出事业线，搭配金葱彩带、圣诞袜，颇有圣诞节的气氛。他在文中表示，今年圣诞节不当女郎，转当绿色小丑，大家要认为他是圣诞树也可以，看腻了性感风格，这次以帅气造型现身，获得不少网友大赞，还是很性感啊，羡慕直呼生完小孩的肚皮还是这么美。不过有部分网友开算，直言这是大麻的颜色。同样深陷大麻风波的九面也现身留言笑称，请问这套是草的颜色吗？引来雷拉留言回复，笑问对方要不要也来一套，借着双关方式互呛彼此，由于自嘲的态度获得不少网友支持。Bye.